好几个月了吧。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哦，有啊，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想这两侧到底要怎么把它固定，是要用拉链还是魔鬼粘？对，还是很多，我们试过很多方法。对，啊，发现纽扣是最好的方法。对，那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信心得奖？嗯，希望有，希望可以得，希望可以得，有有信心。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加油，一定可以得奖。有点困难，找植物困难，还有让它的发电量提高也很困难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啊，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、啊。弄了多久？弄了之后半个月，不是半年，半年说错了，半年。这个很重要啊，没有，这样就是这样整个做下来，差不多我们从，因为我们从高一就开始做，我们现在是高三嘛，所以花了至少两年都在弄这东西。我们都参加很多比赛，科展也有参加过，全国科展啊，都参加过的样子。变遍地杂草变，哎，遍地植物变黄金这样，就是让那个就是用植物来发电啊这样。植物来发电。对对对。那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信心得奖？信心吗？第一组嘛，一定有信心啊。对。对啊。对啊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先将右脚抬起，再向前放前踢，再将左脚抬起，再向左右往前踢。来。谢谢我们组员的示范。次一。就是想要利用这个我们有一个积木，我们想借由我们的积木活动，然后改善祖孙之间的代间关系。因为现在啊，高龄少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，而且隔代教养家庭也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就想利用我们的积木改善祖孙之间的关系。一开始我们想要用积光网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组装，然后我们后来也是不断的学习，然后开始进行了活动之后，我们也会遇到说园长的质疑，说小朋友会不会玩啊，然后像甚至长辈也说他们觉得这个不好玩，但是我们真的去带领他们活动之后，发现幼儿确实是有创意，然后开始组装机关网有这个能力，那长辈也觉得说这个游戏让他们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觉。有好，谢谢，加油。台北的稻香山，对，然后映日科，对，从去年，从去年五月到开始，然后到现在已经超过快一年，对。那你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像是服装啊，还是？对，从收集资料跟，还有就是我们这身服装啊，就是都要就是经过很多研究，然后还要整理，我们才做得出来，还要自己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做出我们自己版本的。对，我自己风格。我觉得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吗？嗯，全部都是自己做的裁布，对。好，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得奖？有。我们是从台中来的，我们是明道台中的明道中学餐饮女科，我们准备了一年多。之前他们有来学校表演，然后所以就觉得还蛮就是很特别，然后就有兴趣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做。而且他们跟传统的文化比较不一样，他们融合现代，所以跳脱了出来，并且把台湾本土现有的文化，然后推展到全世界，让大家都能看到三太子还有正头的记忆。是，那你们今天脸是谁画的？我们自己一起画的。自己画的。对。那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信心得奖？有。
漂亮。那就只能这样测试给他看。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么多高职的同学，他们把他们的看家本领做出来的作品都展示在这里，大家看了都很开心，因为看到我们的年轻同学们他们的创意，还有我相信他们非常投入的，而且发挥团队的精神，一起做出很有趣的作品，也很有创意啊。我觉得从当中看到很多的希望。作用。那当电动窗下降的同时，也驱动我们鼓风机风扇。我们坐在车上的提醒，这是我们安全带开关，我们以安全带模拟人们有是否系带安全带情形。番茄豆、传统豆腐叫我们证实水果。
他是